会先举动。小心啊！大喊一声小心，抬头一看，有名男子徒手在高空攀爬。你不要再往下爬了，危险的！不顾生命危险，爬在16楼的窗外。真人版蜘蛛人在桃园真实上演。都去跳！不要跳！不要跳楼！警方破门而入，要男子别冲动。情急之下，男子根本管不了那么多，还是翻出了住家窗外。你现在是按什么案子？所以不要跳，先厘清好不好？不要那么严重。被问到是犯了什么案子，男子口中说不晓得，但手里动作没停下，一路爬到11楼逃生间。你今晚身体有到多痛快哦？紧张，好，你放轻松。最终还是被远警压制逮捕。事情发生在26号上午10点多，桃园八德有一名40岁徐姓嫌犯，平时拥枪自重，警方才会持搜索票破门攻坚，顺利查缉嫌犯到案，并起获改造枪支及子弹。全案依法移请桃园地检侦办。见到远警到场，嫌犯异想天开，以为真的能逃过天罗地网，肾上腺素大爆发，徒手攀爬，路过民众吓出一身冷汗。远警也不断劝阻，并不是人人都能成为蜘蛛人。三立新闻实名记者赵云桃。